欲望定话，时间过得快，那种心情点知有份分。计划好多，实行笑得可怜，出没时间，仲未换好衫。拖延症点算好？每日都话要改过，唔想分工，重新玩多阵，时间唔够用，仲要追剧中。飲完已經過了鐘，地鐵追不上，提住送車尾，朋友約咗，仲在屋企頭，明知要出門，仲是度快等夢，仲想睇多陣，要捉小紅書，屋企啲雜務，日日都要應付，朋友約飲茶，仲未換好鞋，時間飛逝過，仲在度諗緊漫畫。一枚藝術我都知，已經講過要改，但係未開始。成日話明天會好，其實係藉口。呢種生活方式真係幾荒謬。電腦前面文件堆成山，做發白日夢睡咗起一陣。明日截止，今日先開始，拖延病發作，真係冇辦法。拖延症點算好？每日都話要改過，唔想分工，重新玩多陣，時間唔夠用，仲要追劇中。仲未寫得 to do list， 計劃好多，行動永遠太遲。屋企煮飯，仲係諗緊 order 外賣，再唔改變，真係死咗都冇人知。改變唔容易，但我會試。由今日開始，唔再講 excuse。每一步都要踏實啲 ，Let no more。拖延症再見 ，I can do it。努力去改變，唔再講下次。生活有節奏，無再亂咁遲。雖然有時候仲會想偷懶，但係記住，拖延唔係辦法。拖延症終於改，每日都會有進步，不再拖延，珍惜每一刻，時間夠用，生活變得好，生活變得輕鬆，不再拖拖拉拉，每件事做好，感覺更加融洽。雖然偶爾懶，但已經不再怕，拖延症打敗，人生更精彩。